第一次是这么大型的展览，是我负责的主题。这个是荷花 BB 展，很兴奋，一边走进去的时候，一边在看到自己的公仔，超级兴奋，掩盖不到那个澎湃的心情。我想多啲呢啲機會，即係唔係點樣講？我想多方面都發展多啲，即係有更加多嘅機會俾公眾去接觸到我嘅作品。你哋睇緊嘅係你睇緊嘅係大家睇緊嘅係玩具 TV、Toys TV、Toys TV 定 Toys TV 咩？玩具電視。咁頭先都有問到少少啦，咁嗱呢個展覽咧，其實原來你都唔係第一次做一啲展覽嘅主題設計係嘛？嗯。其實做過幾次，介唔介講？其實類似一個展覽設計。我試過做一啲市集嘅一啲 theme 嘅主題咯，即係嗰個市集成個 theme 就係我只伊恩兔啦，即係我嘅 friend 去做嘅。咁之前喺元氣新城有試過。咁然後今次就真係好大型咯，我就第一次做咁大型嘅。係，因為成個親子展，我諗嗰啲入場觀眾即係斷萬計㗎啦，一定係咪？嗯。幾日㗎嘛？嗯，係啊，係。咁有冇叫曬啲親朋戚友嚟撐下，即係參觀下？梗係有啦。有啊。咁嗱，其實呢啲展覽咧，你覺得咧，其實即係點解你會覺得？先講話，其實嗰啲揾你嗰啲機構或者公司咧，其實佢通常佢會同你講翻，咦點解我揾你嘅咧？唔知點解？可能個即係可能我個 畫啲公仔啱 feel 之類啊。應該可能target 到佢哋想要嘅嘢咯，即係可能佢係小朋友 theme 嘅，咁佢就變咗見到我隻 Ian 兔都幾得意，跟住又即係之前我有啲作品都係匿埋噶嘛，即係同啲小朋友玩捉 Ian 啊嘛，咁就變咗可能都啱主題係小朋友喎，咁咪揾我咯。你頭先提到咧，伊恩兔咧係啦，之前訪問你知要匿埋，其實匿埋咩意思咧？喺你個創作裏邊係咪匿埋係有咩代表性喺度咧？我只伊恩兔本身喺我嗰個故事入邊咧，佢係代表住有個含義嘅，就係幸福咁解，所以佢係會匿埋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佢係其實係無處不在嘅，佢就喺你側邊嘅啫。咁但係你有冇用心去揾佢出嚟咧？咁其實佢就喺側邊嘅喎。你真的可能差一步已經捉得住這個幸福了，所以我會有個這樣的寓意在裡面咯。就同樣地就好像跟你玩捉伊恩一樣，所以它才叫伊恩兔。這個會不會代表你自己心裡面一些想法呢？都是的。是。那 你是一個樂觀還是不樂觀的人呢？這一刻應該是樂觀的。這一刻因為有個幾成功的展覽出現了，現在很開心，很開心，仍然是很害怕現在的狀態。但不過我們還很斯文，即其實你真的心裡面其實是好像你說真的很澎湃的。除了澎湃之外，還有什麼可以形容一下？你試想一下，因為你是藝術家，你應該想到一些形容你自己的心情。形容我自己的心情？喂，我持貧喎，但是你持貧的。想到講啦，我就真係好開心咯，好開心，好激動，激動添係嘛？會唔會有喊眼淚滲咗出嚟啊？咁又未去到，未去到，因為你唔易喊嘅。唔易啊，真係。唔易喊嘅，所以其實就所以呢啲機會就唔會喊嘅，真係嘅。但如果你易喊呢啲話，你就可能已經好感動啊，係。
咁會唔會入到嚟嗰陣咧，會觀察一下啲入場嘅觀眾咧，佢有冇睇你嘅作品咧？其實點都會睇到嘅，因為咧佢分咗入邊嗰啲 banner 係分咗A、B、C、D 行咁樣噶嘛，點樣都會見到我嘅作品嘅，因為佢每條 banner 都會落咗我哋公仔喺度，即係唔同嘅公仔。因為我今次嗰個 BB 展咧，我嗰個主題叫做童話啦，咁我就分咗三個唔同嘅主題，即係佢最主要嘅主題係童話啦。咁但係我就分咗三部分，咁一部分係仙子嘅世界啦，跟住另外一部分咧就係魔法嘅世界啦，跟住第三部分咧就係一個冰雪嘅世界。咁喺入邊咧，我就會畫咗好多唔同嘅 BB 喺入邊，咁就做一啲互動啊，跟住同埋我落咗大量嘅伊恩圖，咁跟住 BB 都好似有七十幾個畫咗，咁就變咗佢就會拆開曬啲 BB 同埋伊恩圖，然後就放喺唔同嘅 banner 度，咁所以基本上入到佢就一定會見到嘅。咁頭先你講咁多 BB， 你係因為依個係 BB 展所以畫個 BB， 定係不嬲都有 BB， 或者係好伊恩圖咁啊？另外一個角色代表啲咩咧？其實我嘅作品冇乜出現其他角色嘅，暫時即係多數都係阿伊恩圖啊。BB 係因為呢個展覽，係啊，因為呢個展覽所以畫大量嘅 BB 落去，因為多啲角色會可以做多啲互動。會唔會越畫多 BB， 今次畫完 BB 之後，第日會創作啲 BB 嘅公仔咧？都可能會 plan 下。係。咁嚟緊你話係啦，伊恩圖係主要角色啦。其實好記得都問過你，其實應該係你會 plan 有啲新嘅角色喺你嘅創作裏邊，係咪？係啊。會唔會有啲咩諗到暫時？我想畫隻貓啊！佢即係站名啦，應該係叫朵朵貓嘅，就係仲睇緊，跟住我想做一個對比，同 Ian 套有一個對比嘅感覺，有個反差嘅，咁互動起上嚟就會更加多嘅火花。係咯，冇咁悶嘛，你淨係得 Ian 套啊，因為頭先我問咗幾次，你都係原來得一個 Ian 套。主要係咁啊，整翻只朵朵貓出嚟，即係好似有啲我哋傳統嗰啲見到啲卡通入邊咧，都有兩三個主角，佢哋喺度不斷嘅互動，就製造咗好多故仔出嚟。係冇錯。呢、這個其實你之前有冇咁樣諗過，一路將你個故事藍本一路咁樣擴展落去咧？有㗎。不過就可能。因為我一開始做嗰個故事，即其實我一開始做嗰個故事入面係好多隻 character 嘅。咁但係咧，嗰啲 character 我覺得係需要再翻寬先至可以出到街嘅。係啦，咁而我即其他嗰啲 character 咧，嗰個比較複雜啊，即個感覺比較複雜，冇 Ian 套咁簡單，所以一開始我就已經第一下就已經覺得係要整咗 Ian 套先啦。我希望你快啲創作其他，因為我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都有唔同嘅角色去輔助翻啦嚇。咁你嗱有冇諗到即係將佢出產品啦？有咩梗係有啦，知道你係出嗰啲袋啦，或者一啲可能係PU 公仔係咪啊？係啦，有冇諗過可以喺將你嘅設計擺落其他嘅種類產品咧？梗係有啦。例如最想係乜嘢啊？乜都想，有啲貪心，添。最想係乜嘢啊？但係呢一個 moment， 我想整咗狼教先。咦都啱喎，因為其實呢個市場都好多人，即係收藏家、玩家中意狼教喎。嚇，同埋你唔貪心㗎，我都認識過一個都係設計師啦，佢都係好似話齋，佢都係好貪心，乜都想出下嘅。嚇，咁你有冇信心啊？其實？有冇信心啊？呢一刻係 OK 嘅，係因為已經成個豁出去冇啦，會展咁多都係你畫嘅公仔，我諗唔係個個人有呢個機會嘅喎，感恩嘅，係咯，尤其是就算 even 你設計師或者係插畫師，其實都唔係個個有呢種機會嘅喎，係感恩嘅，係咁啊，需唔需要多謝翻一啲人咧？需唔需要多謝翻？多謝我多謝全世界，全世界啊！多謝翻啲咩啊？有好多人都想多謝嘅，因為我我要多謝翻荷花啦，荷花會揾我啦，咁會賞識我嘅公仔啦，賞識我嘅畫法啊等等啊，因為我知道佢哋都
下了不少功夫去幫手的。咁同埋今次疫情的關係啦，所以 postpone 咗幾次，咁其實佢哋都好辛苦。不過真係感恩嘅。跟住另外就真係多謝高，其實我側邊係好多人幫我，所以我好多朋友都好想多謝。係。但就不好意思怕講漏，是不是？不過我諗主辦方是值得多謝，因為他們都有咁嘅信心咧，去找你去做咧。我諗呢個係唔單止係有時一個機會，係一個肯定嚟。我諗係啦，即係希望呢個荷花嘅機構都繼續找你哋，即係香港啲插畫師啊，甚至其實佢係真係好支持本地創作荷花呢個機構，即係佢其實已經用咗好多年係本地嘅插畫師去畫唔同嘅嘢噶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好。係會唔會今年做得開心做得好？出年臨裝揾你設計多一次啊？應該年年唔同嘅呢個就係啦。但希望他再找你啦。係，我都想，我都想。係，因為合作愉快的話，即係反應好，其實應該都會再找你噶嘛。係。同埋你可以下年有第二啲公仔啦嘛。即係你有多個機會，有多個平台，你真的可以的起心肝整隻朵朵貓係嘛？係啊，朵朵貓。係咯，咁可能再下一年就唔知咩豬啊咩狗啊，十二生肖出曬。咩鴨仔啊？OK， 咁你創作個過程裏面，其實你即係呢兩年咧，其實即係大家知道，其實對各行各業或者創作者都唔係一件易事，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冇 job， 即係係咪少咗 job 啦？展覽都少咗，係咪先？咁你會點樣去面對嚟緊？其實個迷霧都仲未撥開喎。我不嬲都平常心嘅。係啊。煮到兩埋你就食啦。係，即係其實你係真係樂觀嘅喎，真係。諗咗一陣嘅，頭先你係咯，我諗一陣，你覺得你自己話都算樂觀呢一刻，即係你會有悲觀嘅時間嘅。喂，咁點都會有。人係啊，你可以分享一下呢啲嘅，其實呢啲幾得意嘅。你講下你點解幾時會悲觀咧？幾時會悲觀啊？唔係好，即係可能有時會有啲樽頸位，你唔係好知點去做，點去突破。咁但係其實你行下行下就會行得到啦，即係認真。即係可能呢一刻你未去處理啦，但係其實你行行下啊，累積到唔同嘅經驗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有啲嘢係會通咗，咁所以唔諗得咁多咯。而呢一刻係咯，係有冇信心將來你可以繼續用呢、這個你嘅創作啦，你個畫咧喺即係成為你嘅終身事業啊？呢個係我終身目標嚟嘅，肯定係㗎啦，係就算幾難都繼續會努力嘅，係冇錯，係但去到咩位置你會放棄啊？去到咩位置會放棄？我唔會放棄噶。哇，好嘢，係啦，我係唔會放棄嘅。好喎，咁你覺得其實喺同輩之中，有幾多人好似你咁樣即係永不放棄啊？哇，其實好多喎。好多嘅。係啊，我識嘅好多嘅畫師都喺呢方面係好努力嘅，即係其實香港係好多好努力嘅創作人喺入邊嘅，咁所以係咯。點樣鼓勵佢哋啊？如果佢哋今晚唔開心，你點樣鼓勵咧？雖然你不是前輩啊，但你可以鼓勵翻啲同學同業嘅。係啊。幸福就喺你側邊啫。哦，因為依好嘢，我好識賣廣告啊！即係講翻你嘅主題，有冇試過將你嗰啲創作咧，係頭先個幸福就喺你側邊嗰啲主題，用文字喺你嘅創作裏邊表達翻出嚟？我其實而家其實我耐唔時咧都會認識到唔同嘅朋友咧，都講過呢個問題。即係我其實一開始我嗰啲畫咧係繪本嚟嘅，繪本形式去出嘅，咁就奈何咧我就好少俾人睇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啲文字好差，係啊，我畫畫，跟住所以我其實唔關事嘅，總之我文字係差少少啦，就反而係主攻畫畫啦，咁跟住就多咗同。即係認識到身邊不同的朋友咧，佢哋啲文字其實係 O K 嘅，都會有聊過我啊。不如我哋睇下會唔會夾到啊？我寫字，你畫畫咁樣咯。即係有呢啲咁樣嘅火花嘅，其實代唔時就會有嘅。但係暫時未有固定嘅創作嘅 team member 咁樣。算唔算未有咧？全部開緊頭咯。開緊頭，係。咁啊，快啲一齊夾到一個好嘅團隊，因為我見到好多成功嘅。本地唔好話本地啦，全世界創作其實都係有時分工嘅，即係有啲會係嘛？即係我哋唔好開名啦，即係有啲好流行、好
好幾成功嘅，即係一個負責文字創作，一個負責畫面創作，嗯，係咯咁樣。因為可能一個人做唔曬嘅，係啊係啊係。即係你係專係嗰樣嘢，咪專係做嗰樣嘢咯。係咯，但係兩樣方面都咁優秀，係應該難揾嘅。難啲咯。係咯。係咯，你一個人做唔曬咁多嘢嘅，其實係啊，即係就算你好優秀都好啦，兩面都，但你同要即係做曬一樣嘅嘢，嗬。除非你好似有啲音樂創作人咁咧，佢個 melody 同埋個曲個詞咧係一齊出嘅，咁嗰啲就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要拆開噶嘛。係啊，係即係都唔同嘅火花，冇錯，係啦。你有唔同嘅風格，即係你作嚟作去都係你一個人全部作曬嘅時候，可能你嗰個曲風又會好單一咧，即係有唔同嘅人去一齊合作嘅時候，嗰、那個火花又會係另外一件事，你去預料唔到噶嘛。係，不過通常呢個問題都係嗰個人紅咗先會遇到嘅，係即係會重複啦，係即係其實通常係喺努力階段咧，應該佢哋嗰個創作好豐富，而係即係唔會重複。我覺得基本上係嘛，你會好努力咁樣不斷製造咁多創作去試噶嘛，係咪？會唔會喺度不斷試嗰啲？即係有時你都知道一個 character 其實唔係每一次都一定好受歡迎，或者未知啦嚇。咁你會唔會係即係依一套當日咧？其實你點解有信心一路畫落去咧？其實同埋畫咗幾耐先至覺得嗯，我可以繼續用呢個 character。畫咗幾耐先至佢索，因為我係即係其實我繪本好耐之前已經有依一套一早已經喺度，不過我未改到依一套個名啫，純粹。咁跟住去到2016年年尾嘅時候啦，咁一啲朋友就撩我啊，不如去台灣文博會度擺展啊咁樣，跟住我先 pick up 翻起自己 brand 去做。咁去完嗰個文博會之後，我就覺得嗯。真係要隻 character 去做一做，即係 IP 呢一樣嘢，真係要隻 character 去幫一幫手，好似嗰個事半會公倍啲。咁當然唔係話唔得啦，即係可能我淨係 sell 畫都得嘅。咁但係我又覺得啊，既然我本身都已經有啲 character 喺度，不如我就 fine tune 佢，或者再去 develop 佢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。咁所以先至有而家嘅依因圖，即係之前嗰個樣唔係呢個樣。即係同你啲中意你畫嘅人有冇啲嘢想講下？冇都唔緊要嘅。多謝大家。係咁啊，繼續加油努力喎。好。係咯，咁啊，希望第日啲展覽好多時見到你啲嚇創作喺度。多謝啊。好啦。係，多謝 Choice TV。Thank you.